李棟旭女友秀智下月登台，亲自构想内容与粉丝互动。秀智5月12日来台会粉丝，图宽宏秘书。2018年4月13日。南韩人气女星 CC 秀智决定将在5月12日来台会歌迷，这场名为2018 CC with in Taipei 的活动，也是她继2005年秘密前来拍摄罗志祥 MV 之后，暌违3年再度造访宝岛。秀智也亲自构思活动内容，期待与粉丝制造难忘回忆。演歌双栖的秀智于2010年正式以女子团体 Miss A 出道，隔年以《梦想起飞》Dream High 开启演员之路。2012年跨足电拍影《初恋筑梦101》，人气飙升并获得国民初恋封号。而他去年也以《当你沉睡时》再展事业高峰，今年3月又跟阴间使者李棟旭交往，让网友超震惊。秀智将到台北、香港及曼谷等地举办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，台湾日期则在5月12日于台大一楼，门票4月21日中午12点在宽宏售票系统、全国莱尔富、OK 便利商店正式开卖。